高凌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，最近参与咗内地嘅综艺节目，引起咗唔少关注，成功吸纳咗好多内地粉丝。佢接受访问时就话，自己会同时兼顾香港同埋内地嘅市场。日前有网民喺社交平台分享，佢喺香港一间时装店偶遇到高凌，从相中可见，高凌化咗淡妆，着住紧身嘅白色背心，衬蓝白间嘅恤衫，拎住一个紫色嘅小包包。打扮簡約清新，但又充滿時尚氣息，網民都紛紛留言大讚啊！